但第五三如去年和交往五年的男友王先生结婚，同年九月更惊喜宣布怀孕喜讯。目前怀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她，今天迎来两人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，Cindy 特地在社群分享一段甜蜜亲吻的影片，精彩。感性写下结婚一周年快乐，谢谢你娶我哦，精彩没错就是精彩，这一年很精彩，我们一起经历很多，一起享受很多，我很喜欢我们的小日子，也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经历各式各样的故事，充满感谢也充满希望，最后不忘甜蜜告白老公 Love you。 两人的浓情蜜意甜死众人，让不少网友直呼太浪漫了，还有人笑说宪哥即将抵达战场。